看了那么多精彩作品，其实我有三个感想哈，我想跟大家分享哈。首先，我想一件作品精不精彩哈，可以看它是不是原创作品，它的原创性如何啊，它的媒材技法是不是有创新，是不是可以足以为我们后面来学习。第二个，是不是在艺术史里面找得到脉络？第三个，是不是在艺术理论里面得到支撑？今天在场有非常多精彩的作品，大家可以慢慢去听。它的律动，它的结构，让我有很大的震撼。所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我感觉到王凤娘老师她内在的那种自由，那种浓烈的情感啊，充分的都在这作品里面我们看到，我看到了有非常大的感动啊。跟刚刚几位老师在谈的时候，有一样的状况，就是一定是想说这是王凤娘吗？她是王凤娘吗？那到底要怎么讲王凤娘？我就开始心里很多的问号。后来我发现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每个人都不同的面相，每个都不同的个性，你不可能在一个展览里面讲出一个人完全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展览我要做的就是某一个面向的王凤娘。好，我就定调出来了。再来是过去他做的是传统的，是写实的，是具象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雕琢，在画面上面呈现构图、平衡、协调、色彩，全部都研究过了。最后他为什么还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想的是王凤娘是谁，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要做什么。这反而是这个展览里面我想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艺术家他想要去创新，他想要去改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在找一个新的冒险的精神，我们也想改变，我们想走出舒适圈。那艺术家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反映到我们的人生也是这个样子。那如果这样来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艺术就不只是艺术，艺术应该是人生，艺术应该是在生活里面。那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展览都可以做。而我做展览，我最喜欢的就是挑战。我喜欢把一个艺术家做的不一样，把一个艺术家做的跟你想象的、了解的人不一样，从他的展览里面再看到另外一面的个性，这才是有趣的地方。这次的展览确实很多人进来的时候觉得，哎，这好像不是他理解的王凤娘了。但是我会说，这是另外一面的王凤娘，而且他这一次让你看到了。然后我这次的那个创作理念呢，是从就是那个宇宙的那个原生态的那个概念为主轴，然后从它一个那个从一个蕴含凝聚无限能量跟热量的那个点呢，它爆炸开了之后啊，呈现一个有光的律动的那个抽象的那个状态哈，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啊光之律动这个主题的那个的由来。然后呢，它从凝聚到扩散的过程哦，其实它可以呼应到志刚馆长以前讲的一个佛学的那个因缘和合的一个概念哦。因缘和合就是说那个缘合则聚，缘灭则散的道理哈。那这个就是我的凝聚扩散的。那每一个物质呢，其实它从融合到冶炼之后呢，变成一个更完好的、更完美的那个终极物。那跟我们人一样，我们人从小到大啊，经过了不同的那个场域的融合冶炼，而形成更好的自我。这个就是融合与冶炼啊。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give a shit 啊，多一点在乎啊，就是我们给那个在比较阴暗的心灵，给他多一点关怀啊。帮助他走向正面的状态啊。我们现在看到凤娘的作品，像这个一个底色黄色，后面加一个绿色，或者是一个底色蓝色，后面加一个红色。好，这个这样的创作方式，我刚讲了，跟杰克森帕勒的创作方式技巧很像。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做比较的话，这样的创作方式比杰克森帕勒的创作方式还要难。为什么？因为杰克森帕洛克在这样甩的过程中间一定会失控，
哦，譬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边是密的，这边疏的，然后有很多波浪状，但是这个东西很难控制，所以有时候一个不小心一直打个喷嚏就出去了，然后就失控啊毁了。所以只有一个层次，就是一个颜色，要弄到看起来这么的完美。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漂亮，傅娘现在用到的很多这种创作的技巧。好，在20世纪的50年代，那时候就出现一个所谓的抽象表现主义。他们抽象表现主义的附带的一个名词叫做自动性技巧。自动性技巧意思就是在喷、在洒、在泼、在甩这样的过程中间，艺术家把他作品完成。哦，那因为是自动性，所以他的作品是很难控制。艺术呢，那我觉得呢，就是说他的努力，还有他的毅力呢，令我十分的叹服。他也曾经，南北两地奔波，跟冉茂群老师学那个印象派观影的人像画法，那也跟那个额吉教授，那个就是好像罗罗维克。维塔里是不是学画那个人体素描，那也曾经到莫斯科去学油画，那后来他为了更了解考入国立台湾师大美术系，那毕业的时候也展出那个就是说名牌欲望这样很成功的展览。那但是我今天一进这个会场，我真的非常的惊艳 surprise， 因为我感受到的傅娘老师，他内心深处有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不顺利的时候啊，快乐的时候，悲伤的时候啊，哦，然后，但是我们可能平常会很在意，就是啊，我现在好痛苦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都是黑暗的，哦，但是如果这里面就分别代表你的情绪，代表你的遭遇，代表什么，然后它的点的大小，它的位置等等的，其实当我们退开来看，当然这讲法有点，也许很超然啊，就是。你会看到，其实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啊，就是不管它有多痛苦，有多么的快乐，最后就是还是一个点一个点而已啊。那你一辈子里面可能快乐好多次，痛苦很多次，到最后呢，我会看，哎，其实什么都没有，就是平面啊。然后每一个人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特别了不起，我特别伟大啊，或者我特别倒霉。其实最后我们的生命摊开来讲的话，都是这个样子。外面看起来也比较少有这种风格，对，可以看过吧？嗯，应该更比较少。
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这种的那个精准度感觉上更高。远古时代，远古时代，而且还有很多的想象空间。我就比较好奇，不了解它这个像，它这个是肯定就是自然，它是自然晕开的。自然晕开的，但是不一定有，对，很难掌控，因为就对这种，所以他刚刚远古的感觉没错嘛，我们的老灵魂就是这样。对啊，没有嘉义刚好，我其实跟你们大多数人不一样，我真的是一个老灵魂，所以看到这种东西，你所内心就马上会反映出来，反射，其实就是反射，就那个意象这样子。这张画起来就觉得哦，他有气。对啊，非常非常聪明。我说他很聪明，因为他让你在完全控制画面的时候，就你就没有时间控制他了。漆哈，其实慢慢的这几年，我觉得画抽象的也有几个代表。那我觉得我这一次很庆幸的，就是从户娘早期都是，应该是几年前呐、啊，都是画一些很写实的具象，然后转变成很突然的这几年。啊，就转变成这样的一个风格。那我觉得我刚刚也很肯定，就是在高雄地区的抽象，你自然而然也形成一种新的属于你个人的风格，那也是高雄抽象代表的另外一种新的面貌嘛。那当这样的那个泼洒还有那种排列，其实刚刚有提到，它除了很随性的无意识的，但是这种排列方式，刚刚沈昌明老师也提到，其实也是有意识，因为你的图面是有经过安排的。那我这边两个问题提出来，就是第一个很惊艳你，当然这一次场地我想也跟策展人有讨论嘛，那个色彩搭配那个没话说。那再来就是你的本身画面在画室画的时候几乎都是两个颜色，有一个底色跟那个表面的那个颜色，所以在画面的经营的颜色经营上事先有没有什么样的考虑？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艺术家对那个色彩的敏锐度嘛，哈，你有没有什么考虑？那第二个就是刚刚也是有提到嘛，波洛克那个画法就是很即兴、很随性，不断重叠，但是你是经过安排过的。那这个安排很明显看得出来，它就是非常有节奏性、音乐性很强。啊，这个跟你的，因为好像你也不是学音乐的，但是我是从有几张图里面看出它的那个音乐性。一身灰色的套装，那里面呢就配了一件黄衬衫，哇，那个印象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啊，我觉得这样的搭配真的是实在是太美了，真的是很有水准的搭配。那到今天呢，我想说，画这个呢，我想说，把我那个时候让我惊艳的那两个颜色搭配起来看看，这样子，呀。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张在你整个系列里面它是属于比较前期、中期还是后期的作品？因为我发现到后期，我的意思是说它的颜色里面是有一些节奏、一些很细腻、比较松一点，可是在这一边的话是全部是堆叠的，反而没有那个。对，那因为这张是比较大张嘛，然后我第一次做完之后，我觉得好像有点空，有点空之后啊，我再给它上第二次色，才这样。一样是吧？对，一样是，对对对。
再重叠。等它干了之后，我再上第二次色。哎，所以我们是一次。对，有些很多都是一次完成的，像这些都是一次完成，一次完成，对，一次完成，一次完成。这就是一种相辅相成。那我看了很多画，像我的感受性是，我觉得这是生命跃动的因子。嗯，就是说它会有让人家像这一张这个爱情比生命还长。嗯，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这样的一个延伸，还有那一种像生命的律动，那再配上这种策展的这种装扮，我觉得这个是。整个色彩，包括这一次昆山帮他做的，特别是这一件，整个那个场面啊，我觉得那个色彩计划做得非常好。所以这次大概它的标题也是有点色彩运动。那另外也是一样，刚刚苏老师也讲过，这个都是有不管是甩还是拨，它有很多种色彩计划。那回过头再看昌明的两个人，我觉得刚刚昌明也是很客气的，因为不同。那我觉得现在也看到。在高雄的这个抽象表现里面，当然苏老师讲过说，是不是可以真正代表抽象，不一定是他或者我或者是沈昌明。我觉得最少我们看到他在高雄的那个抽象表现里面，又多出了一个新的活动。